院长，您还有什么安排？你们俩今晚可不能贪杯。明天李院士要带着卫星组先回北京，我们要趁着天气状况良好，完成反馈舱开伞试验。好的，院长，保证完成任务。 郭院长，哎，你好，看来开伞很成功，赶上今天是大风天，不光是开伞实验，您这是封伞实验一块儿做了呀，一举两得。哈哈哈，不过开伞和我们预设的降落区还是有偏差，高空降落偏差很正常，返回舱保护完好呀，才是第一位。哎，偏差多远？我们的飞机追了80多公里，这么远。 减速伞和引导伞也不知道吹哪去了，也就是你在，不然这种天气我们可处理不了啊！哎，方小天，通知运输组收回返回舱。好，我这就去报坐标。西安传来消息，厦门站第15圈没有捕捉到卫星的轨迹。 不再等等，老郭，什么？卫星失联？嗯，好，我知道了。 这样啊，宁泽，你马上去西安卫星测候中心，李院士还得在实验室做模型分析，我们前后联动，一起分析模型实验。好的，方小天，跟我回北京。好。 把大家叫来啊，是因为有一件紧急的事情，卫星运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李院。 你跟大家说一声，接到西安方面的消息，我们刚发射的卫星失联了。我们现在必须兵分两路，一路前往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了解前方的情况，一路进实验室进行模型分析试验。我和顾院长通过电话了，林泽从酒泉发射场赶往西安。 我们这边卫星组也会有人到西安去，带着我们的初始方案在西安与林泽会合，把具体的情况反馈给我们。钟旭，你们卫星组的还有实习组人员马上进行地面综合模拟试验分析。好的，那好，大家按着李院的安排，抓紧行动吧。钟老师。 卫星刚刚发射成功，怎么会这样？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佳瑶，你过去后好好协助林组长工作。嗯，好的。走啊，顾南，去送地水。哎，钟旭啊，马上召集可提组，让在位人员进行验证试验。 然后呢，让人去把上次实验室的模拟方案拿来。好，我马上布置。顾南，哎，你把模拟方案再去复印几份，一起给我送过来。好的。 喂，通知课题组集合，马上。赵甜甜，哎，你负责等效器的操作。
方雨天，啊，直接去研究室，行李放车上。哎，你看到这一面按钮了吗？等会儿我念到哪一个你就按哪个。这么简单？这可不简单，你按错一个按钮就会烧坏仪器的。哦，倒是也不用畏手畏脚的，你只要够细心就好，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就照这个往下做。老李啊，怎么样？分析了几种故障模式，马上试验一次。小天呢？我要让他帮我做一点辅助工作。马上就过来，我让他去取一份材料。啊？那空投？先配合你们的工作，空投试验总结以后再做。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必要向总部请示一下。长江报告，没有发现目标。明白，请继续搜捕。长江明白。哎，主任，哎，林总，现在什么情况？原定下一次卫星信号会经过野望城，但现在仍然没有反馈，我们再等等。王部长，好的，我知道。哎，顾爷，老顾，总部怎么说的呀？王部长正在来的路上，总部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搜寻卫星。这艘卫星啊，搭载了很多的重要实验项目，还关系到飞船返回舱的一些材料试验。如果真丢了，后果可就太严重了。我相信还有机会搜寻卫星重新连接。我相信老李，也相信我们的研究组。我认为卫星目前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个别的地面站点应该能够收到它的信号，只是时间比较短。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不知道当不当讲。直接说。有没有可能抓住那几秒的时机，提前注入返回数据，让它返回？这个方法我也考虑过，但是风险很大，提前返回卫星的落点比较难确定。现在的情况已经容不得我们顾虑太多了，找到卫星最重要。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恢复和它的通讯。让西安再试一次，如果还不能够恢复通讯，那我们就只能走这步险棋了。根据测算，下一站应该靠近喀什站，通知喀什、拉萨两站密切搜索。老李，老李，总部的王志鹏部长到了，你去一趟啊。好，好的。把我们测算的数据报给西安。好的。喂。这么说已经非常的明确，问题出现在卫星上。嗯。我们把补救方案传到了西安，西安按预设数据试一试，如果还不行，我们打算提前注入返回制动程序。提前返回，那就要启动应急程序，会落到哪儿？如果是国外，后果可就不堪设想。我们的紧急制动会控制到国内，如果从第53圈开始注入制动程序，应该会落到四川一带。如果有这个把握，你们抓紧试试。我立即动身去西安。这个是第15圈的调资数据，这个是第17圈湘西站接收的数据，这个地方错了一个码，我们正在调取原数据，还没有传过来。林组长，这是北京刚刚传过来的方案，
李院士实验室模拟的。李院士怎么说？李院士给了新的调资数据，希望我们调整时机分段出。按照原定的运行计划，下一次在卡什站测控，还得等3圈啊。 我出发之后啊，你们不要停。如果他们做不了，还需要你这边配合做联动试验。好的，您放心。您多注意安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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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来。好嘞，你去忙吧。啊。哎，老李啊，要辛苦你了。哎，上车吧。嗯。 到了来电话，哎，好好好，哎，好。小婷，提前返回数据显示危险性还是有的，那也比坐以待毙等着强，你就别纠结了，接着进行吧。 喂，宗天使。哎，林组长，有何指示？我们现在怀疑是变轨数据出了问题，需要完整的原始数据。你务必让李院士带到西安来啊！李院士去西安了呀？啊？已经出发了。哎，你现在赶紧赶到机场还来得及啊！你立刻去咱们组取，就在我办公室第3层的保密柜里，你记下密码。 能不能快点啊？这点限速，一会儿上高速就好了。哎，冯光，要说您这命可真够好的啊，这么快手艺就办完了，我还说去趟修理厂呢。您是不知道，最近这车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是，你就告诉我多久能到吧？快了快了，一会儿就到。真得快点，我赶时间。哎，怎么了这车是？哎，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怎么就出这个问题了？您等会儿啊，冯光，我后边检查一下啊。 寸啊，这会儿都出步了。哎呀，不是师傅，什么情况啊？冯哥，这一时半会儿啊，可能还真走不了了。要不你打个车？不是我拿着数据盘，我怎么打车？我不能坐别的车呀，我。现在怎么办呀？ 这离机场还有多远啊？可能还得个7-8公里呢。要不我先抓紧修。峰哥，要不啊，一会儿啊，我给所里打个电话，让他们派个车，没准一会儿啊就能给你赶上。哎，待会儿你啊，哎哎，你跑着去啊，那挺远的呢。 方太太，那小子跑哪儿去了？前往西安的旅客们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办理值机手续。
哎，哥们儿，啊，目前累的，上哪儿啊？不是机场。机场啊，好嘛，远着呢还。哎，我跟你说，你就是吵到那儿了，那飞机哎，它也废了。得了，拉你一趟吧，上车，走。不用师傅，你赶紧走，你赶紧走。哥们儿，打个车花不了多少钱，你把正事耽误了，麻溜的上车走吧。我打不了车，你赶紧走你的。你可真有病，我告诉你。来不及了，换下一个航班吧。李院士，李院士，人好像来了。前往西安的旅客们，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哎，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那你小子，什么情况？啊，不好意思，路上车坏了，我也不敢打车。你跑来的？我跑来的。跑了多远啊？啊？大概，大概八，八九公里吧。哎，难怪你考了空军第一名呢，这身体素质惊人的好。哎，一般一般。来，跟我上西安吧。啊？难道你还想跑回去啊？不是，快走吧。李院士已经跟院里说过了。太反常了，大冬天的电闪雷鸣。老李他们的飞机，要不我打个电话问问。啊？什么？好，我知道了。怎么了？老李乘坐的航班遇到了强气流，现在失去联系了。我宁可不要这个危险，我也不想让老李出事儿。老耿啊，先别着急，什么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呢。喂，耿院，我们在西安紧急迫降了。紧急迫降了？对，因为飞机剧烈颠簸，李院身体不适，已经送医院了。您也太冒险了，数据再重要，也没有生命重要。我们李院士啊，的确是把他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行了吧，要不是这位小伙子应急保护做得及时，我们也回天乏术了。嗯，哎，当时方工在机舱那两下子的确很专业。我在招飞之前啊学的点皮毛都用上了。技不压身呐，他要是不来我们研究院就去当飞行员了。所以啊，李院士，咱们这儿把我耽误了啊。又来了，蹬鼻子上脸。好了好了，领导，今后您还是要多注意休息。这一次啊，多亏了您的体质还算好，只是血压有点高，不是很严重，已经控制住了。还有，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但是还要继续住院观察。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谢谢孙主任。哎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那是，李院士，您还得带着我们遨游宇宙呢。哎呦，啊！哎，对了，啊，软盘和数据
都交给林泽他们了吧？飞机一落地，我就把数据送过去了。嗯，够机灵。要不您就只带我呢？方小天呐，方小天，刚夸你两句，那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看来以后啊，得以批评为主。哎，行了，那个你们赶紧上林泽那儿去看看，有什么忙可以帮一下。我说了这瓶，我就过去。哎，李院士，医生说您不能乱走。对，您呐，就乖乖的跟这儿歇着，我去测控中心。嗯，好。这第二次变轨数据应该调一下。我们注入的原始数据并没有错，可是输出结果却少了两秒。喀什站并没有监测到卫星信号，拉萨站短暂探测到一次信号，但再次中断。如果第一次调子就出了问题，那麻烦可就大了。回来了，李院士那边怎么样了？啊，李院士那边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嗯，大家请看啊，李院士推断，是卫星因某种原因，导致变轨接收数据出现误差。如果按第一次调姿的接收数据计算，卫星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轨道。我已经把李院士说的这个情况呢，反馈给了实验室，重新计算轨道。按照李院士预测的情况，卫星现在的运行轨迹，不一定在目前的测控站范围内。对了，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地面站正在测控？国内十来个站都参与测控，还有一艘测控船。李院士说啊，卫星轨道偏转角度可能比较大，让我们把估算的每一圈数据都发给国内的几个站，大家一起找。现在只有这三个站短暂监测到过卫星信号，我们倒是可以根据这几个站在第一圈监测到的卫星信号，估算出卫星现在实际的运行轨迹。不不不，这个数据已经离得太远了，不可能测算出现在的准确轨迹。加油，把最新数据马上传回北京，让钟组长他们一起验算。好的。这也给你，赵甜甜。嗯，你看这个结果出来，跟之前的偏差很大。嗯，钟组长，我根据这个数据验算的轨道，跟前几次的结果偏差可不小，数据变量太大了，计算结果很难准确。错之毫厘，差之千里。那还要发给钱包吗？等一等，我们先把所有的计算结果汇总，估算出尽量准确的数值范围，再发送给对方。是。南哥，回来了。卫星有消息了吗？怎么了？卫星没戏了？还不知道。数据刚刚传过去。哦。那个，你脸色看上去不太好，累惨了吧？可能没吃完饭吧。杨哲，你泡面呢？给我来一碗。你平时都不让我吃泡面，关键时候还是得看他。谢谢啊。你先歇一会儿，我帮你弄啊。钟组长让我们轮休，等数据传过来，我还得马上回去。其实我觉得吧，你也不用太担心，毕竟这么多人都去西安了，卫星肯定找得回来的。哎呀。你这画的什么呀？这是我对长三乙火箭做的设计改进。哦。不错。南哥，我是真觉得长三乙火箭是因为特别有前途的火箭。回头有机会你把这图给院长看看呗。好。林组长，这是喀什站刚刚传来的雷达数据，这个是湘西站的雷达数据。
昆明站的雷达数据都没有捕捉到这颗卫星。从各方计算的结果来看，卫星很有可能会经过这片海域。远望号测控团如果能赶上这条测控带海域，极有可能会捕捉到卫星。那我马上去联系院长，请指挥部通知测控船尽最大可能赶往那片海域。那不行。啊？为什么呀？林组长，现在时间太紧急了，再晚就来不及了。这片海域极度危险，一旦测控船出了问题，这个责任谁来承担？林组长，现在不是考虑谁来承担责任的时候吧？你能闭嘴吗？林组长，再不做决定就晚了。江瑶，他不懂，你也不懂啊。海上的情况你了解吗？大姐，先别着急，我们一起想想办法。丁总，我问问您，您觉得测控船能在这片测控带上找到卫星的几率有多大？应该有50%，这概率很大呀。你别插嘴。如果能有50%的可能，我现在就上报指挥部。只要测控船能赶到这片海，卫星返回就大有希望。希望如此吧。这片海域啊，靠近好望角，是著名的魔鬼海域。很多商船在这儿都出过事儿，是不是风险有点太大了？如果这颗卫星回不来，不光是所有的科学试验付之东流，就连返回舱新型防热材料和制动程序的研究也会因为没有返回试验结果而迟滞。所以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拿出决断的勇气。远望号来得及赶到预定海域吗？远望船现在这个地方，再有4个小时，应该能赶到。4个小时，我们提前注入返回数据，能否确定落在我国境内？如果远望船能及时测控到卫星的位置，我们就可以直接注入返回制动程序。顺利的话，落点应该在南疆地区。就按这个方案执行。是。李院士，您还是早点睡吧。啊，这都几点了？医生特意嘱咐我，一定要督促您早点休息。哪里睡得着嘛？刚才老顾一个电话，把我彻底给打醒了。他们要调测控船去那片海域搜寻，多危险啊！哎呦！现在要是有一杯浓茶就好了。陈护士不在，赶紧给我沏一杯。李院士，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医生说治疗期间就不能喝茶。来块奶糖也行啊。是啊，医生也没说不让。就是啊。一夜都没睡啊，小刘啊，你再去看看，现在什么情况？好。
长江报告，状态准备完毕。明白。卫星的电池寿命即将到达极限，但愿远望船能尽快捕捉到卫星。可以的，一定可以的。长江报告。长江，请讲。捕捉到疑似卫星信号，信号持续时间2.3秒，未能完全注入返回程序，信号的位置和高度信息已发送。明白，马上调数据信息看看。远望船的位置还存在偏差，数据根本来不及注入，而且现在看来卫星轨道高度的衰减比较多，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点的数据，它能够继续的帮我们缩小变量，更准确的推算出轨道的位置。看看还有哪个测控站在卫星这一圈轨迹下面。好，如果能在电池寿命耗尽之前把卫星救回来，我们就立了大功。都啥时候了还想着立功呢？我现在就想赶快把这卫星找着。这个数据啊，再精确一些，精确到小数点后的两位数。好。下午4:33，测控弧段只有1分钟。稍纵即逝，测控难度太大了。再难，咱们也要试一试，试一试。控制测控站，提前准备好注入数据。捕获的同时，马上注入数据，应该有一线希望。青岛，我是魏楠，请注意捕获。青岛，明白。我们最多只有2分钟时间。青岛，我是魏楠，情况怎么样？青岛双向未发现目标信号，正在继续搜寻。明白。卫星到底能跑到哪儿去呢？再坚持一会儿。捕获卫星信号。放弃吧。不行，我们还能继续算，继续预估卫星下一个可能被探测到的区域。方小天，卫星已经没有电了，即便你能算准位置，卫星也不可能再执行返回程序了。
返回式卫星回收失败，大家辛苦了，对不起。熬了一天一夜了，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们也走吧，回去看看院长。走吧。好。郑组长，你也早点回去。嗯。回家吧。回家。这点滴的流速啊，可不能自己乱调，调这么快，您的心脏可受不了。没事儿，哎呀，你看你们，我怎么就不能出院呢？李院士啊，您现在啊最需要的就是好好休息。李院士，您别着急，您一回单位又没日没夜的加班工作，这不养好了怎么能行啊？没事啊，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我身体挺棒的。那卫星怎么样啊？这林泽怎么还不来汇报了呀？你给他打个电话。好，我马上来。李院士，我们来看您来了。是吧？坐。好。李院士，你怎么样？还好吧？感觉？这不挺好的啊。那个卫星的情况怎么样？回来了，李院士。哦，那。回来就好啊！哎，你看你，我真是拖了大家的后腿了。哎呀，您这话说的，行，回来就好。你说这个卫星，要是再找不到，它就没有电了。是，您就别操这心了，只要您平安，就是我们研究院最大的福气。我没有问题啊，可你说这医生他就不让我出院。那还是得听医生的，您就多休息几天，好彻底了，您再出来指导实验。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没有，我们瞒您干嘛呀？小天啊，嗯，你过来。哎，你过来。哎，你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我不认你这徒弟。我必须得跟您说实话，师傅。你甭跟我套近乎，我可还没答应你呢。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卫星返回的时候出问题了？确实出了那么一点问题。不是方小天，你不是左哥。你别激动，赵哥，你走。我的意思是说，这次这个卫星，也就是比之前预计的那个落点稍微偏差大了那么一点儿。得了，我们没有这个师徒缘分。哎，不，师傅，你听我说，这卫星上去了，总归有一天它得掉下来，不是？只要能掉下来，我们就能找到它的位置，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您甭操心了，你就别跟我耍嘴皮子了。你们一进来，
我就看出出问题了。要不然你小子就能跟个瘪茄子似的躲那么老远站在那儿，要搁往常你早就窜到天上去了，是不是？但我又不是猴子。哎呀，行啊，能笑出来就好啊。哎，我们碰到的困难还少吗？嗯，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失败而抬不起头来。其实我早就做好了返回失败的准备，你们用不着瞒我，我没有那么脆弱，而且我这些日子也没有闲着，我也对卫星返回失败进行了研究，我已经有了我的想法了，等咱们回到院里再进一步的研究讨论。好。这个不能拔，按着按着。跟我回北京。按着，师傅，赶紧按着。不能等了。是你和我。